哋朝頭見啊，好，拜拜。娱乐片啊！我就知咧，其实我哋护理员 Harry 咧，佢哋每日都去帮海狮刷牙噶。咁我哋要用电动牙刷啦，特制嘅牙膏。咁我哋你 Harry， 你示范一下。嗱，大家咧可以睇下噶，海狮牙齿系乜嘢颜色？见唔见到啊？系咩色啊？系黑色噶。不过咧，黑色唔系因为污糟而嘅，海狮啲牙骨角系黑色嘅，所以黑色嘅牙齿先系健康正常嘅牙齿啊。我仲知道咧 ，Harry 同埋佢嘅团队每日都会帮我哋嘅海狮朋友量度体温噶。不过咧，由于海狮嘅脂肪层比较厚，所以我哋会采取高碳嘅形式。首先咧，我哋会用一部咧，小小自雄哥手上拎住嘅呢一部，连住探测线嘅体温计，先消毒，然后交俾我哋嘅护理员模拟示范一下量体温嘅过程。佢两个人会。海狮的体温呢大概呢就是摄氏36至37度，如果体温过高或者过低，我们就会采取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治疗的。因为海狮不舒服不会好像我们人类那样呢用言语来告诉我们，所以就要靠我们的护理员Harry和他的团队悉心的照顾和细心的观察，才可以确保海狮朋友的健康啊。一陣間我會數三聲，然後大家一齊做呢個。
问一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不如有请来我们的东方飞鱼先生。One!